相信现在爱美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了，除了买保养品之外啊，微整形啊也让外形更完美。很多男生呢，现在纷纷流行隆胸啊，希望胸肌看起来大一点。因此，不少人利用打玻尿酸来要雕塑肌肉线条。男性朋友如果想要让身材变好，肌肉线条更明显，除了上健身房勤运动之外，现在还有一招，就是打玻尿酸隆胸。平常我在上健身房。可是就这个胸肌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一直练不出自己想要的感觉，所以就想说来请教一下医师。以前如果男性要隆胸，只能使用自体脂肪填补，不过现在大分子玻尿酸的施打合法后，有越来越多男性都来进行隆胸手术。跟去年比较，我们今年做胸肌增大或者是所谓的丰胸肌的客人大概成长了一倍左右，那整体而言大概也将近到7%。施打完以后立刻见效，不过费用可不便宜。以200cc 的量来说，玻尿酸比传统的隆胸手术贵了一倍，而恢复期虽短，但是维持的期间也有限。不过不用担心会像传统手术一样发生脂肪钙化的缺点，但是只要是手术，都还是有可能造成副作用。在适度的医生、有经验的医生的控制之下，比较不会造成所谓的并发症，比如说像气胸啊。而玻尿酸虽然有塑形功能，不过医师也提醒男性朋友，做完隆胸手术还是需要健身，才能够维持完美的肌肉线条。